接下来关心艺德乡的消息，由嘉义县文化基金会主办2020艺德角林文化季，在顶个月赛程结束，经过统计总积分了后，高村市的角林王总共有27位，预计要在6月20日举行“歌就是厉害”颁奖典礼。今天特别邀集到获奖人，将婚照带到摄影棚来，并首度公开困难度真高的翕角林的沙龙照过程。馆长汪正良也化身为摄影师为角林来翕相。顶一届角林王颁奖以木林曾庆正义获奖人，所有木林制作拢出自于台湾仅存的角林制作师贾英特。因为贾老师今年手受伤，无法度制作木林。经过甲艺德角林文化发展协会以及各分会讨论了后，决定以沙龙照的方式，将角林王留下历史的记录。一直格林赛啊，今年虽然新冠肺炎影响啊。但是还是如期照常举行这样的一个村庄之间的竞赛。给他的将对家赢的这婚照特别来帮他拍一个个人的沙龙照，然后制作成奖牌送给养鸽子的这些辛苦的养鸽者留作纪念。那一旦讲婚照对做这一点人来讲虽然企业人愈来愈少，但是婚照对来讲拢是做宝贝哈所以每一个人。对于婚教拢真好，因为婚教代表是一种娱乐，婚教代表是征讨的民主，婚教代表是个人的荣誉感，所以当讲每一个养鸽人对于他的鸽子都充满了相当的荣誉感哈，所以伊的婚教会当排个高寸喜会当排个上悬的这个婚教领对伊来讲是一个归征叫征讨最高的荣誉哈，所以底下跟他特别为这些优秀的鸽子。拍他的沙龙照给我们的素质这几个纪念。今天特别邀集获奖人将婚照带到棚内，并且首度公开困难度真高的角林的沙龙照翕相过程。馆长汪正良化身为摄影师为角林翕下沙龙照。摄影师孙清水表示，角林翕相着重于婚照的重量感，个人习惯伫婚照横砍下面来进行翕相，才会当将角林王的气势完整的呈现。虽然摄影属于静态，必须把角林红红作响的感受，以及乡村的农村生活的气氛一并考量纳入，让每一个人看到相片的时阵。就像角林在眼前展示高杯同款。最新新闻，中南新闻，尹德香采访报道。给我人生最闪耀的宝石，没关系，这也没办法。没想到我辛苦的一生，竟然在你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很抱歉，我是一个贫穷的爸爸。治疗息型肝炎实在太贵了，加上晚期发现，错失了治疗的机会，所以对不起，爸爸没能牵着我的宝贝。走上红毯的那一段，因此如今我只能在天上注视着你，但相信你一定会得到幸福。嘉义市现在有免费名额筛检 C 肝，并且全额补助治疗，治愈率97%啊，爸爸！嘉义市是肝癌发生率全国第一，死亡率全国第六，是C型肝炎的重灾区。以前治疗C型肝炎
他是需要施打干扰素，非常的痛苦。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西型肝炎现在有口服新药，副作用小，而且健保可以全额负担，97%以上的人可以治疗好。现在要请30岁以上还没有筛检的好朋友们，赶快来参加嘉义市政府办的免费筛检西型肝炎，免费筛检西肝，携手保护心肝。